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们连我都不认识啊？难道你们还不知道我的身法比那个氪金少羽还要秀啊？难道你们不会连我都不认识吧？我都比那个氪金少羽强了100倍、1000倍甚至1000000倍呀、啊！那个少羽打出来的素材都是有手就行，好吧？而我打的就是六战神秀身法，你们懂吗？能听懂吗？都给我低调一些，那些护狗大队，你们能懂吗？接下来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看好接下来的经典操作。都给我低调一点，看清楚了没？前面的操作，哦哟，天哪，你